的失误。这个球软弱的弹跳球，二垒手接到传一垒爆传，三垒跑者回来得分，将分数追平了。现在跑者上到了三垒，统一狮队将分数追平，双方4-4平手。库伦是救援失败，麦特的顺头飞掉了，双方4-4平手了。内野软弱的滚地球，记录上面还在积。